你觉得你自己的政治思想是在哪？大概不，其实我还是中间偏这边的。偏哪边？偏绿的，偏台是中间偏绿，只是说。偏绿的，偏台是中间偏绿，只是说。其实我应该是给台湾带来改变的人，在这场选举到现在，我已经不好意思，我已经证明一件事情。一开始他们在蓝白河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他怎么嘲笑我们？哦，你们最真哟！啊，差不多20亿是门票啦，哈，啊100亿是卡差不多。我跟你讲，如果选一个总统要花100亿，这个国家怎么会有前途啊？那请问一下，那如果你当副手，假设如果要是18号以后，你没有胜出，你就当副手。那如果要是整个组合要花100亿呢？哇、哦！你就退出吗？没有啦，你会去跟他们说，这算什么政党？怎么可以这样？没有啦，至少我们是这样嘛、哦、或是主席，当你如果当了副手，你就要拉着侯友宜的手。要告诉全中华民国的所有的选民，这是最适合当中华民国的总统，能够带着中华民国长治久安、繁荣强盛，能够两岸之间没有，你要拉着他的手，全力支持他，你要全力去帮他拉票，帮他讲这些。没有啦，我会全力监督他。你监督他什么？你是他的副手搭档，副总统监督总统哦，宪政奇迹。没办法，这不，我觉得这样啦，这个是现阶段，我想不出更好的方法，所以。